好了，这里我们讲到怎样有一种喜乐的生命，开心的生命，而且是怎样能够对不起啊，这个打字他会自动打一些字啊。好了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诗篇三十七篇四节，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十四节，你就以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。所以说我们以神为乐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到神创造这么奇妙，我就欢喜了。我也看到神创造的食物这么美好，我就欢喜了。我看到耶稣救我，我就欢喜了。我就看到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，我就欢喜了。我看到我亲近神就有喜乐，我就欢喜了。我看到我遵从神，神就喜乐，神就赏赐，我就开心了。这样我想到神就开心。但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他们赚了钱就很开心，没有钱就不开心。人对他好就开心，人对他不好就不开心，都与神没有关系。但如果我们想到所有我们有的，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身体，很奇妙的，我们有眼睛可以看清楚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你的眼睛看我有没有有些东西拦阻你的眼光，看不清楚我啊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！感谢神了，我们的眼睛是完全透明的，所以能够看得清楚啊。然后我们的口可以说话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可以说话。也可以吃东西，也可以唱歌。当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吃东西很快，这些食物就进入你的气管。但平时这样的，平时是呼吸，我们的气就进入我们的肺部。你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个气管就有一块一个盖子盖着。这样的话，你吃东西的时候，就这个食物不会进入你的气管。你有没有曾经吃东西太快的时候，食物进入你的气管会怎么样啊？就会咳嗽，就会很不舒服。但神是创造我们身体，每一样都是美好的。我们吃东西进入里面，都是进入这个胃；呼吸是进入这个肺部。感谢神，我们说话可以有柔和的声音。你留意我说话是柔和的声音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学习这个共鸣的声音，所以我唱歌的时候也是柔和的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都是柔和。我们声音可以柔和，但有些人说话是啊，你们要爱主啊，就是他们没有看到。声音是很美丽的，可以很美丽的，我们可以就是整个生命都轻松平安喜乐。我就感谢神，我们有可以有美好的声音，我们也可以有耳朵可以听到音乐。感谢主，我们听到飞鸟的声音很舒服，我们听到海浪的声音很舒服，我们听到人唱歌的声音很开心，我们听到小孩子玩的时候开心，我们也开心。这个就是感谢神，神所创造都是美丽。你会不会这样开心呢？神啊，你所有的作为都很美丽。有些人去过天堂，他们说天堂的美丽跟地上完全不同的。有人曾经去天堂，他看到那些颜色，花草树木的颜色跟地上的完全的不同。回来之后，他的太太对他说，你看这些花多么美丽啊。他说天堂的美丽很多，天堂的颜色美丽很多，这是神创造的，本来的颜色都是非常美好。所以我们就说，神啊，你所造的都是美好的。我们就羡慕天堂，但我要先带更多人去天堂，我就享受神每一样作为，每一天都是这样。你能不能够啊？
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我们可以开心，我们可以笑，是不是礼物啊？哈哈哈哈哈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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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发觉这是哈哈哈，你也更开心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礼物，人可以唱歌开心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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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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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可以整天开心，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们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，也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以神为乐，整天以神为乐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！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有神真好啊！